那个是造雪机了，喷水出来就可以造雪，啊，好神奇啊！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即将开工的哔哩哔哩雪雕呀，是由设计师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反复多次开会研究设计，是用了100多立方米的雪完成的。人生第一次看雪雕，好激动啊！雪雕制作需要多长时间啊？雪雕制作会受外界环境影响，从造雪到雕刻完毕需要大概8到9天的时间。为了追求最贴合设计师的设想，需要十几名师傅一点点雕琢和打磨细节。老师傅们的手法真是太厉害了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就是超威蓝猫。那一天，人类重新想起了被小电视支配的恐惧。哇，巨人小电视雕得太帅了，房子的墙壁特别设计成倾斜的，为了突出房屋的张力，让雪雕更加立体。不要研究了，我们快去玩雪了。慢点，等等我呀。特别好看，然后也特别符合哈尔滨的这个特色。这个死冷寒天的，但是也抵挡不住我们来参展的观众的热情。哔哩哔哩，干杯！